头发其实我记得今天你一定认不得是谁，而且剪好短哦，看起来很冷，他一定认不得是谁，看起来刚当完兵，吓死我了。好厉害哦！哎，你很懂狗。那是假的。你是宠物沟通师吗？所以就是找维尼，对啊，这条维尼应该会喜欢。对啊，维尼不是喜欢不是步道的。对啊，要拍给他看，今天还不来。哈哈哈哈，然后打到后面的是，他生气了。穿山甲的，最近我看网络上有人说去爬一个小百岳，看到穿山甲，好羡慕啊。嗯。完全不想理我哎。因为忽然想唱一首《最怕空气突然飞》。哈哈哈哈哇，你要换一根吗？你那一根好短。都断了，你要换一根吗？没有，你要换一根吗？那个钱用来吃。跌倒了。真的一个洞。大一个。很大，还是大吗？好可怕哦。很深哎。我帮你们破完了。哇！然后呢？哇！好神奇哦！旋转跳跃，我不停歇。Thank you.